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今天的日子很特别，我们平常3月19号庆祝大圣若瑟，可是因为昨天是主日，所以教会把这个重要的日子移到今天。我们今天庆祝中华珠宝大圣若瑟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道礼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共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圣主，求你垂怜。圣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圣主，求你垂怜。圣主，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上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神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宣扬你，感谢你。耶稣基督，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赦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赦免世罪者，求你不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。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你曾将救主耶稣及他的母亲玛利亚、圣玛利亚从开始便托付给圣若瑟照顾，求赐你的教会在他的护佑之下，忠实执行你圣子所托付的救人使命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撒母耳记下。上主的话传于纳堂说，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味，上主这样说，当你的日子期满，与你祖先长年时，
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，及你所生的儿子，我必巩固他的王权，是他要为我的名建立殿宇，我要巩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亲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你的家世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，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他的后裔必要万世兴隆。他的后裔必要万世兴隆。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，我要万代传述你的真实。我已确知你的仁慈永远长存，你的信实如日之恒。他的后裔必要万世兴隆。你曾说过，我同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达味立了誓，我要永远保护你的后裔，世世代代巩固你的王位。他的后裔必要万世兴隆。他要称呼我说，我的父亲，我的天主，我的靠山。我对他的慈爱永远保持，与他立的盟约绝不废弃。他的后裔必要万世兴隆。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天主应许亚巴郎和他的后裔，使他们做世界的继承者。这恩许不是借着法律，而是借着出自信德的正义。为此，一切都是由于信德，为的是使一切都本着恩宠，使那恩许为亚巴郎所有的一切后裔坚定不移，不仅为那属于法律的后裔，而且也为那有亚巴郎信德的后裔，因为他是我们众人的父亲。正如经上所在，我已立你为万民之父。亚巴郎在天主面前做我们的父亲，他所信的天主就是使死者复活，为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那位。他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，因此变成了万民之父。正如向他所预许的，你的后裔也要这样多。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基督光荣你君王，我们赞美上主。居住在你的殿宇内常赞美你的，真是有福。基督光荣你君王，我们赞美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雅各生玛利亚的丈夫若瑟，玛利亚生耶稣，他称为基督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，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给若瑟以后，在成婚前，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。他的丈夫若瑟
因为是义人，不愿公开羞辱他，有意暗中与他结出婚约。当他在思虑这事时，忽然有上主的天使在梦中现对他说：“大卫之子若瑟，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，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神来的。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”若瑟从睡梦中醒来，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做了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平常每年四旬期大概到一半，我们会庆祝大圣若瑟的节日。这让我想起以前在我身上发生的事。我在波兰入圣年会，那时候波兰还有很多圣召，所以我们二十几位跟我一样年轻的男生入圣年会。那我们入圣年会以后，第二年就是初雪的时间，初雪一年。初雪，修会的初雪平常是算是比较严格的时间哦，我们就是要多祈祷，认识修会的精神，也有上课的时间，还有工作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初学生都很忙。还有呢，导师也会安排比较长的闭境。我们平常的初学员呢，也不会讲太多的话，因为没有时间，而且我们就是要比较专心的祈祷。那做闭境的时候的根本不应该讲话，不应该聊天。那我记得有一次，就是我们的导师安排十天的闭境，我们祈祷啊，然后其他的礼仪啊、默想等等。不过有一天，就是闭境的时候，我们的导师说：“哎，今天我是明天有一个团体要来我们的初学院拜访我们，忘记的是什么团体。”然后导师说：“我们应该要准备一个表演给他们看。”我们蛮惊讶，哎，需要准备这一些吗？刚开始我们觉得有点麻烦，还要练习啊，要想要我们要怎么表演，好像是圣诞节，接近圣诞节，所以我们好像表演的就是圣诞节的故事，所以我们蛮辛苦的准备，还有准备道具等等。后来表演完了，我们觉得也不错，因为那天虽然应该是闭境的时间，我们还是要讲话，因为要沟通，要怎么表演，所以也蛮开心。哦，好像放轻松一下，可以快乐一下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服从我们的导师，我们的修会的掌上，所以服从有时候也蛮辛苦，就是像大圣若瑟一样，他服从天主，不断的寻找天主的旨意，然后服从天主，真的蛮辛苦，好像一直搬家，
一直逃难，然后要做本来他不想做的决定，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，而且让大圣若瑟蛮开心，跟我们初学生一样哦，本来也蛮辛苦的准备这个表演，最后真的很开心。我想我们就是要这样，要服从天主，虽然刚开始很辛苦，可是最后我们真的会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做了好事，我们更接近天主，服从天主。今天我们特别要求大圣若瑟跟我们一起祈祷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愿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基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让我们今天记得大圣若瑟，也求他为我们传达天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李琛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为我